忘了晃了，买双鞋吧。 刚才撒了把粉，没撒到我。 他这车已经买完，清醒了。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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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挡不了。来用一下绿植带走。那这牌让他赢一下吧。这张图是一个历史比较优势的地图，用那打内战的话，用历史会有点优势，因为比较好练杀嘛。前面是个科技蜘蛛，他宝物有点太好了，可以用一个律师打。
哇，这个人上天不防吧？ 放那么多塔。
我的这票部队吧，机动性好差。再度洒泪，从前共你可不。
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过，他抓女奥就没法打了。感谢灵魂行者。好嘞，收到了封顶。他们好像只有这个时间段才不卡吧？欧洲人也是为了练习，只能晚上才打。好久没跟他打了，他每天都找我练习，他好像总输给 Happy 吧，然后挺不服气的。这是什么歌啊？那都这么多。好，这不我不是用常规了吗？
这盘怎么打的？既然他想找我练打 happy 是吧？那我们就用 happy 的打法吧，帮他练一下，不然人家老找我练，我每次都说不打，怪不好意思。练的雇佣兵嘛，差几分？要买那家。好像我买大家的话，这不是 happy 的打法。那我们撤吧。到不到位，还是买的熊猫，
哎呦，我靠！结尾啊，浪费自己的时间。啊！我说我怎么，我多造了个车子。Thank you.
啊！那你在我下面啊？那你怎么玩啊？姿势不对，姿势不对，放出去！哎哎！啊！有这个野怪哦！ 感谢加藤鹰逗逼，刚才对面是 Foggy。 今天我可能要播到很晚，因为我这个月播的实在太少了。你们想看到几点呢？ 收到了 ，Happy。你在南开？ 南开？你离奥城远不远啊？ 骚扰还是练级啊？我们要不套路一下他？ 哎呦，我被，我真醉了呀！
等级什么的，到节奏倒不是很快，就是我浪费了两组骷髅棒啊。他 PK 干嘛去了？那他 DK 呢？我想这个怪应该是抢不到了。双线，双线，哇！终于找到一个双线比我还要差的人了，好开心啊！歪打正着了，前期有点赚。建筑有点丑，啊！哦，补到了，但是宝物没有抢到，这也能补到。其实我打不过他，我就在这吓唬吓唬他。我靠，骷髅书，有点太装了。
我真的是 bug 啊，就这么一本波说我就变军事了，虽然这把还是能赢，但是我不爽啊。真是 bug 道具，我不想说了。10% luck and 20% skill, 15% concentrated power of will.
fire and Mike. Got him out the trailer, he's hot. Found him in Fort Minor with top. But a fucking nihilist porcupine. He's a prick, he's a cock. The type women wanna be within rappers. Hope he gets shot. 8 years in the making, patiently waiting to blow. Now the record with Shinoda's taking over the globe. He's got a partner in crime. His shit is equally dope. You won't believe the kind of shit that comes out of this kid's throat top. He's not your enemy. He knows how to work with wood. He's got making his way to the top. You don't think it's a common on his name. People keep asking him, was it given that birth or does it stay? 这什么意思啊? No, he's living proof. Let him rock in the booth. He'll get you buzzing quicker than a shot of vodka with juice.刚才谁找房管要那个什么要套餐啊？你们好坏啊！不要随便疯人啊。这开局大家见过吗？我很少用。这个开局最早是 TD 用的，感谢蛋总木金币大爆炸。啊，我这个好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技主流吧。这建筑拉不拉风啊？这个开局啊火了大概一年吧，然后就被淘汰了，因为怕进点狗粮。为什么放坟场那么早？因为这个图没有骷髅啊。
练不练得掉啊？哎，那怎么那么坑啊？哎呦，完了，太打不了。你们给我个加血也好啊。啊，这样说你妹的。挂机吧。要看他连这个的。我要逼他回来。Happy 比我老实多了，但是我就不会骑兵塔。我怎么少了蜘蛛嘛？这个要用 Nova 抢，他很有可能在附近，现在肯定不在。
因为要再找 C 了。哇，他这是练哪里去了？都是放家里。他好像是有点烦啊，就在这磨他兵营，他迟早会出来的，怪不得感觉输出好高啊！我靠，有个战鼓。
你保护好又怎么样？感谢斗战圣教佛祖，还有雷克萨。哎我靠，点错了，点记点的这个人好像打过一次鹿晗，但我还输了，所以感觉打常规都不一定打得过他。好像我没有冰塔吧，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可是有一天你说同样的话，把别人拥入怀抱。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这个 DK 该怎么逃呢？
啊，现在个个都是 fly 了。大祭只是幌子，换校还是什么？我靠！我靠！让你剁一刀，你还跳皮？吓人吧，我们买什么英雄啊？Thank you.
这么一抓他就死了，养了会儿他吧。时间流。
不好，被他发现了。他撒了一把粉，然后居然还不会。Cheers.
那他是跟我较上劲儿了吗？哇，有点意思，看看谁头硬，好吧。一个都没抓死。哦，收到了 Lollet。
给大家送个礼物。哎，这什么情况啊？哎，没看到吗？我还以为他是啊，好亏啊！我以为他中雇佣兵的。哇，好，这一下来了。
旋律，从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一百个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旅行 ，Walkman 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 Walkman， 随时就能听见你。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太多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旅行 ，Walkman 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 Walkman， 随时就能听见你。Feel my heart。这帮没有群主照样干，反正不是我了。
本来我不想认真的，但是我这个分数好像搜不到比较厉害的人，所以我必须要打高一点，起码能打到前十吧，这样才好搜人，不然我一辈子都搜的那些比较弱的。这个人就是他的所有的打法都是跟 Happy 一模一样的。Happy 怎么打他怎么打，就不能学一下我吗？Under attack.
哦，厉害。没一个有用的。Oh, cool.